这是浦东机场21号门门口。今天起，你只会做一个优雅的女。不要再单独吃饭了。但是这件衣服其实我有点搞不明白，我走了。不要，这个梗已经用过了，不能再用了。走过了。嘴巴这个颜色需要配一个南瓜色兼红，我找找。美丽的张楠，我不好色。오늘날부터인가饭到了，但是要叫这位女士起床。吃饭了。来了。大家好。刚刚发现呢，我现在这个包包和我的这个唱片特别配。包包吗？现在所有的那个毛线的翻地的法棍，只要就是带上花的，一般都要6000-7000块钱，超贵。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下。是这样吗？好看吗？你需要板子好看。那我们一会儿到酒店去做吧。好吧。但是简单看看唱片也很好看，对不对？道路这
点眯眯眼呢，看他这张是不是眼睛没有睁开，不小心选了这张。拜拜，过几天见哦，耶耶耶耶。出门啦，去新沙洞吃好吃的蘑菇锅，每次来韩国最爱吃的蘑菇锅啦。还说跟我的朋友一起来说什么首尔买手店啊，你们我自己先来的 SJYE新沙洞的第一个口进来，这都是送的小菜，然后呢，点那个肉炖排骨，然后炖鸡蛋，然后呢，亲手做的那个饭团，这个我们一般都点这几个，然后点30吧，然后再加一份那个菇。我先尝一尝，好吃吗？起床了，已经敷上了面膜，然后呢，马上我的朋友 Lina 就要过来找我，现在她已经化了妆，所以我要去选一下昨天买的衣服。你这件的和二的小衣服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要开始画眉毛了，因为我觉得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，画眉毛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今天会用到两支眉笔，一支是这里是菱形头，可以很好的画那个勾勒眉形，然后再用这个刷一刷，如果画得太浓了。画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会用这种水眉笔，因为呢它就可以很好的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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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去画出那样的仿真眉毛。然后我的眼线我的眼笔，丽娜吗？啊，真的是。丽娜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还在录 vlog 呢。对呀，你还在床上不会吧？不是不是，我在录 vlog， 你看看。哇，你怎么上来的？真的很可怕，幸好我有一点化妆。那你来帮我选一支，就是适合我今天妆容的颜色吧。我画了眉毛，还有底和一点点的小眼线就没了。现在擦一支口红，咱们就可以出门了。你画个深一点，我觉得你出深了。这样那不是应该抹那种很粉色的吗？你看这位大姐的手，你等会怎么洗啊？漂亮吗？我的这个，很多人都问我，就是说我的 vlog 是用什么录的？其实我就是用手机一手录出来的，不像这位姐姐这么专业。你看，哎呀，在这儿。给我选一支吧，他给我选了这支15号色，南瓜色。他
它给的颜色都很南瓜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各种土橘和还行吧，土橘加南瓜。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能抹出嘟嘟唇的感觉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出门了，我的朋友已经到这儿了。步行一定要前面系安全带哦。查区吧，什么意思？出发了，出发喽！我们到喽，这一家看起来毫无装修的一家。幸福吗？